然后起啦，预备。我试下帮你踩 pad 落你个人，坐中间少少。系，冇错 ，good。咁我攞张木凳仔过嚟先。Ready 未先？好，開始咯噃。少少啦，係嘛？點都係，唉，唔錯唔錯 ，OK，very good 啦。咁呢首歌我哋就用埋今堂 ，OK。咁下一堂我哋做啲乜嘢咧？咁我會俾一首練習曲你彈 ，OK。練習曲練手指嘅啫，另一個就係一啲歌仔啦 ，OK。咁我預告定下一堂嘅練習曲係啲咩先？好簡單嘅啫 ，OK。咁我哋借一借後邊嗰張紙先，求其一張紙得噶喎。就呢張啦，因為佢最厚啊嘛。咁我攞支筆先。好啦，咁咧我哋個琴咁長啦。咁大啦，嗱，俾我哋雖然隻手應該可以夠兩邊咁長嘅嚇，但係都幾長噶嚇，咁多個音，我哋得十隻手指點彈咧？咁我哋就會需要用到我轉手嘅呢個技巧，嚇你都識嘅呢個技巧，我知道。咁但係咧，我就想你更加有規律咁去記轉手嗰個方式，所以我要你幫我練兩個口訣，數字嚟嘅啫，唔係英文嚟嘅，右手嘅口訣。左手的口诀，你练完俾我听之后，我哋先继续。
好似波斯密碼咁樣啲整啲。波斯密碼係邊個嚟嘅啫？我呢啲數字嚟嘅 ，OK？ 嚟啦噃，右手就係好容易去記嘅啫，分組去記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二三，二三四五。左手就是五四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四三二一，三二一 ，OK， 嚟啦噃，右手口诀，唔记得咗，俾你望一望啦，二三，二三四，二三，二三四 ，OK， 左手，五四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四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得唔得？嚟啦噃，右手。跟住呢唔記得咗啦。跟住呢跟住呢四五調返轉頭數俾我睇。五四三二一。五四三二一。跟住。跟住。醒目右手背咗啦。OK， 來回都背咗。咩叫來回即係去呀、返嚟都背咗啦。Very good。好啦，輪到左手喇。左手其實呢跟他一樣的，只不過他是先五四三二一三二一四三二三二一，跟住調翻轉起身起身四起身起身 ，OK， 都要背埋佢啦。左手唔該，五開始，五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第一個轉，三二一，跟住，四三二一四，調翻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一二三四。醒目去同翻嚟都搞掂咗、啊、你對數學都幾叻喎。好啦，咁而家咧每一隻手指我哋俾一個音佢去彈 ，OK？ 一手指咧我哋就學琴第一樣嘢學就係 C 音，我哋就俾 C 音佢彈，跟住 D 音，跟住 E 音，跟住係 F 音，如此類推 ，C D E F G A B C D E F。G A B C， 明唔明我講乜？明啦嗬。咁樣你由頭到尾，你成個琴鍵都彈到曬啦。不過我哋就唔想咁長，我哋個結尾就係個五就算啦。除非你想繼續彈落去啦，如果唔係，我由呢度彈都得噶，睇住啦嚇。OK。咁我哋而家就唔好咁長先啦，就彈下身子中間位啦，呢、這個位 ，OK。你俾隻右手我啊，擺個一手指喺呢個位啊，呢個左手咧，係冇錯，好，彈埋呢個可以休息啦，預備開始，一，誒個扁咗啊，轉，扁咗啊，係冇扁啦，四，佢扁咗啊，係一。三转，五六翻翻嚟，一三二一四，三二一三二一，冇错，今日就帮我搞掂呢、這个，就得啦，知唔知道？好唔 OK？ 容唔容易？系、哎。